上稿时间10:21，更新时间11:10。记者刘小星彰化报道，彰化县鹿港镇今天清晨传出民宅火灾，由于砖造铁皮建筑的铁皮屋顶倒塌，造成独自居住的黄姓妇人受困，消防人员出动挖土机协助挖掘，找到受困妇人，但已明显死亡，将由检警进行相验，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。彰化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大队长施顺仁表示，鹿港沟前巷的民宅今天清晨5时许传出火灾，消防人员接获通报，立即出动一个消防大队及3个消防分队抢救，人员出发途中就发现浓烟，火势约在半小时就已获得控制，燃烧面积约为24坪。施顺仁表示，今天这起火灾是砖造铁皮建筑，检测2层楼铁皮倒塌，由于救护机车还在屋内，怀疑失踪民众可能困在倒塌铁皮建筑内。施顺仁指出，这户民宅平日是60岁黄姓妇人独自居住，妇人家属大多在中国工作，妇人平日早上都会跟邻居好友泡茶聊天，这次连续假日在中国工作的部分家属也有返台，以往都在老家烤肉，今年改到儿子家聚餐，今天发生天人永隔的意外，家属哀伤不已，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。